搜寻外星人的团体搜寻地外文明计划 SETI 最近有新花招来找外星人喽。SETI 研究所表示，美国国家电波天文台 NRIO 在2月14号宣布合作的新闻稿中提到，将用圣达天线阵 VOA 的27台望远镜对 75% 的夜空扫描外星生命迹象。该研究所表示， VOA 口径长达25公尺的无线电望远镜是全世界效能最高的。科学家将利用望远镜研究黑洞和宇宙的形成。该研究计划也会是 VOA 第一次被用来追查技术指纹 Techno Signatures。SETI 将打造并安装一个名为 Cosmic SETI 的系统，该系统可以为 VOA 望远镜建立以太网络连接。 Cosmic SETI 将能够让望远镜全天候扫描外星人的踪迹。根据 NRAO 资讯指出， Cosmic SETI 可以与 VOA 其他分析系统和并行数据进行即时演算，借此提高分析效率以及侦测快速电波爆发。